哎，说你呢，在这干什么呢？怎么了？因为我管不着你是吗？是不是在偷拍我们小区住户家里呢？说什么呢？我无人机路过这儿坏了，正收回来呢。路过，刚才没少在这飞吧？有无人机偷拍，这小子挺聪明。这栋楼前没有别的楼，有些住户就不喜欢拉窗帘，确实挺适合偷拍。看，就在那儿。什么？说我偷拍？你有证据吗你？别急呀、啊。证据你不都拍下来了吗？我告诉你，别以为你是女的说话就不用负责任。哎，行了行了，走吧。切，真奇妙。你怎么回事？我都看过了，他从起飞开始录像，整个视频里确实没有偷窥人家里的画面。可我亲眼看见他在六楼那一层一直悬停着，很明显就在偷拍呀、啊。那就更不可能了，六楼的房子空着，没有人住在那里。什么空房子？他为什么要去拍一间空房子？难道真的是？这栋楼前没有别的楼，有些住户就不喜欢拉窗帘，确实挺适合偷拍。不，他确实是过来偷拍的，但他为什么要在全是树枝的地方降落呢？原来是这样，他用无线在无人机下方悬挂了另一个摄像头，所以他看似悬停在六楼，实际上拍的是四楼。而且这样一来，无人机的噪音也会引起偷拍者的注意，有点想法。多管闲事，刚才没拍好，只能再拍一次。您好，您刚才。呀，这下拍着证据了吧？搞定了，小雨。